1200年，南宋庆元六年，岁在庚申，今起于极北，蒙古称雄大漠，大宋江山已是支离破碎。岳武穆含恨风波亭，韩世忠终老洞庭，奸邪当道，小人横行。庆元皇帝移都临安，沉迷酒色，不思靖康之耻，更有兵部尚书王道乾出卖我江南驻防图，引敌入侵，卖国求荣。一时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，江湖正义之士愤愤拔剑，斩奸除佞，一场拼杀骤然而起。快来
小桃无主自发哎，噎得草茫茫。哎呀，金出外援围故营，却到处处是人家。三爷，您的话说大宋年间，金国入侵，占了半个中国，烧杀抢掠，各不作。这一日，姓叶的一家四口来到了北京，这已是大金国的京都。那金兵长官看上了年方二八的叶三姐。可叹呐，叶三姐为了保住忠贞，也就跟着命丧黄泉了。快快！站快！王爷，王道前被一个老道给杀了，只剩下一具无头尸。住房图呢？小人已经搜过了，那些宿命说图也让老道拿走了。那老道自称是丘处机，往南走了。下令沿途追杀，务必把图拿回来。是。那朝廷上下就像个戏班子一样，皇帝老儿好写个酸曲雅词儿，好吧，两笔花花草草。过去呀、那个高俅凭着腿脚功夫，他就成了相国。秦桧啊，靠着阿谀奉承杀了满朝的忠良。据说呢，这个韩丞相扳个旦角骚那么两下，官儿就有的做了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我们宋人比金人多了整整一百倍，这一百个打一个，何至于把江北白白送给金人呢？哎，是啊是啊，这都是皇帝老儿自作自受，受苦受难的还是咱们老百姓啊。大哥，咱们投军报国去吧。先生，你去不去？哎呀，两位都是英雄豪杰，老朽怕是去不了了。兄弟，我跟你去，这口鸟气不出，憋也憋死。对，来，二位英雄，二位英雄。哎呀，就怕只像岳爷爷那样白白丢了性命啊。齐辉，你这个混蛋。徐老板，你说我骂的对不对？嗯，骂得好，骂得对。可是啊，杀害岳爷爷的罪魁祸首不是秦辉。你说除了秦辉还有谁？秦辉只不过是个宰相，议和不议和无所谓。岳爷爷一心想灭了金，迎靖康二帝回来，可是两个皇帝回来了，现在的皇帝干什么吃的呀？这曲老板说的对啊，昏君也罢，明君也罢，都把这天下当成他一人的财产，生怕被人给夺了去，从不为百姓着想。据说靖康二帝到了金国受尽了屈辱，金人烧红了热炕，让他们在上面走啊，他们只能一跳一跳地往前走，从此临安街上竟多了一道菜，四只红烧鹅掌，叫做靖康二帝。大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真是无耻透顶啊！兄弟，差不多了，先生，咱们也该散了吧。嗯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还将！快把船给我还过来，给我还过来的方箭射死你。来得很快，别理他们，往前摇。方箭。蜿蜒红烈。三世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兄弟啊，咱们改日再喝啊。哟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喝了。杨叔叔，你跟嫂子到我家来吃饭吧，咱们宰只鸡。那就多谢嫂子了，总来吃你们的。我们家这么多鸡鸭，就是白吃粮食他哪个都不让碰。我说我来杀吧，他就哭哭啼啼的。你说这……哎呀，弟妹啊，那是菩萨心肠。哎，照我说，过两天咱俩进山去打点野味，这老吃鸡啊，这嘴里头……好，我来做好吧。回请大哥和嫂子。好，好，那你赶紧叫他去吧。记住，
吉若，我想起人家说的一个笑话来，说红门村包家的鸡鸭呀、是特别的多呀，而且是得享天年，寿终正寝，堪称一绝啊。看来包家的女儿嫁到杨家之后，这个奇观也是指日可待了啊。你是不是在外面听谁说什么了，就回家取笑我？没有，我没有取笑你啊，我说你是积功德了。刚才你跟佛求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不说我也知道。是求咱们的生得又漂亮又聪明的大胖儿子。别瞎说了。叔叔你再说呀。说韩谷宰相的事儿，说不论哪个官员上书禀报，要不注明并县某某物的字样，这宰相根本就不瞧他的本属。有这样的皇帝，就有这样的宰相；有这样的宰相啊，就有这样的狗官。咱们后院李大哥那天跟我说，他上山砍柴，看见一大群的官兵拥着一群官们过来，那狗宰相啊带着家丁来游山玩水。那个韩宰相叹道，这里边呢真是绝妙的山野风光，竹林茅舍，只可惜少了点鸡鸣犬吠之声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这草丛里啊马上就汪汪的叫了起来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你以为真是狗叫啊？那是咱们堂堂府尹赵大人呐，汪汪汪。是啊，这赵大人一学狗叫，指日就要高升了，真是个狗官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那道士，这道士身上有功夫，看来啊也是一条好汉。咱们请他进来喝一杯。好。道长留步。道长留步。道长，天寒地冻，道长喝不到屋里，喝几杯解解寒气。哼，好。喝酒就喝酒，请。道长，刚才我们兄弟二人正在烤火饮酒，见道长冒雪独行，斗胆相邀，还望道长莫怪。好说好说，两位仁兄一番苦心相邀，无以为敬，贫道奉素人头一颗下酒。要想拿我银赏，也得亮一手真功夫才行。来来来，银爪子，动手吧！拔剑吧！你们俩一块上吧，我们不会占你便宜。让开，让你见识见识杨家枪的厉害。平爷会使杨家枪，多谢道长手下留情，多谢道长。哼，果然是杨家枪法，得罪了。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姓杨，草字铁心。哈，当年大战小山河的杨再兴将军是阁下什么人？啊，是我的先曾祖。
哦，原来是忠良之后，失敬失敬。哎，哪里？请教这位。哦，在下姓郭，见字孝天。啊，这是我义兄，是梁山好汉赛灵贵郭胜的后人。啊，好，贫道鲁莽，得罪了。哎，哪里哪里哪里。啊，还没有请教道长的法号。哈哈哈哈，贫道丘处机。啊，是他呀！哎呦，原来是全真教长春子真人，真是有幸相见呐！邱大侠，哎，二位快快请起。道长请。什么真人大侠的，这都是江湖上朋友的爱称，愧不敢当啊！你们可知道此人是谁啊？哎，七哥，你里边请。啊，进来进来，快请。啊，这不是兵部尚书王道乾吗？王道乾。这奸贼出卖我江南住房图，实在是可恨之极啊！贫道追了他十几天，才将他杀了，幸不辱命。道长行侠仗义，为国为民，真值得咱们敬佩啊！哼！哎，道长，这兵部尚书靠出卖军队住房图赚钱，国将不国了。拿酒来。脚印一路追来，可惜他雪太大，把脚印都盖住了。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四处找。走，追杀的人来了，贫道要去应付一下。你们把酒温上，等贫道杀完奸贼回来，咱们再喝。酒温好了吗？刚才在那个黑衣人身上，我搜出了一封文书，内称金国使者向临安府索要杀人凶犯，知府令捕快协助金人行事，真是可耻之极啊！官府现在还协助金人，要宋国境内随便捉人杀人，这还成什么世界呀？哎，现在大宋是上至皇帝，下至文武百官，没有不对金国俯首称臣的。这日子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。是啊，贫道身为出家人，本该慈悲为怀，可是见了敌帮仇寇，我竟是不能手下留情。杀得好道！哎，齐若，齐若，你怎么了？齐若，哎，弟妹，可能是刚才见了血头晕。把手给我。道长，那人他……啊，恭喜恭喜啊！尊夫人有喜了。哎，齐若道长，真的，当真？哎，让我听听。哎呀，讨厌！来来来，我们喝酒，哎，喝酒！哎呀，兄弟啊，恭喜啊！哎呀，贫道平生所学，聊以自慰的有三件：第一是医道，炼丹不成，余药石还同一样；第二是写几首歪诗；第三才是这几首三脚猫的武功啊！哎呀，要是道长这么惊人的武功也算三脚猫的话，那咱兄弟俩岂不成了缺角老鼠了？就是啊。哎，道长，我郭大嫂啊也怀了孩子，道长文武双全，麻烦您给两个孩子取个名字吧。哎，是啊。嗯，哦，郭兄弟的孩子就叫郭靖。郭靖。杨兄弟的孩子叫杨康。哎，你们看行不行？好，大哥你说呢？取得好。哎，道长的意思是让他们不要忘了靖康之耻。是啊，凡我辈英雄，谁能忘了受辱一族之耻？哈，我们这辈子是不行了，还有下辈子，五十年、一百年，早晚会学习了这个耻辱。对，喝，来，啊。贫道向来身无长物，这两柄剑也是在无意中得来，就送给两个未出世的孩子吧。杨康。佛祖保佑吧，保佑我孩儿平平安安，一生无病无灾，多喜少忧，一切身重罪孽莫朝我孩儿，一切都由为娘的承担。多
多谢道长。十年之后，贫道自会传他猛功的。久闻道长剑术通神，今天能否让我兄弟俩一开眼界啊？对呀、啊。好。枪。三千世界。众生独舞。花魂成灰。好剑。白骨化物。河水自流。红叶乱舞。哎呀，好剑好剑法。哎，道长，快，咱们进屋接着喝酒吧。好啊，请枪。好，两位仁兄，这是我同门召集信号，不知碰上什么事了，本想秉烛夜谈，可惜不成了，过几日我会携酒再来。道长请便。道长请便。今日与郭兄、杨兄饮酒歼敌，真是痛快啊！走，进屋。哎，大哥，我有个傻主意，你看成不成？你说吧，兄弟。只要咱们的孩子都是男的，就让他们结为兄弟。要是都是女的，就让他们结为姐妹。要是一男一女啊，就让他们结为夫妻。哎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兄弟。那我们就把这把剑作为信物，互相交换。哎，好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呀，去跟李玲说一声，让她也高兴高兴。哎，好好。哎，西若，怎么样？好吧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个商人，路经此地，不想不断的被射了一箭。我已经帮你把剑拔出来了，我给你付了金创药。多谢娘子救命之恩，在下永生不忘。水，哦，水。喝水吧，喝吧。你醒醒啊！你醒醒，醒醒啊！
你好好歇着，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。起那么早干嘛呀？本来想等粥好了再叫你的，这大冷的天的，你还怀着孩子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！哎，进屋歇着吧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在抹铁枪，要杀人了。哎，是不是昨天邱道长杀人把你吓着了？那种人就该杀，要是我碰见我也杀。记住，走吧，回屋歇着吧。等粥好了我再叫你啊。许三哥，给我打点酒。许三哥。咱家的犁头损了，明天叫东村的张铁匠加一半铁再打一打。吉若，我衣服够穿的了，你现在身子弱又怀着孩子，好好休息吧。我不累。哎，你可不能把咱们的小宝贝给累坏了呀。打点野味儿，对，加道菜，咱哥俩好好喝一顿。郭兄，好，徐三哥，徐三哥，我们真是有眼无珠，跟你在牛家村住了这么多年，竟没发现你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啊！嗨，不中用了，双腿一废，哪还谈得上武功高不高啊？若是当年，这几个狗崽子，哪用得着这么费事啊？哎，郭兄，杨兄，这两件是贼皇帝的东西，你们拿回去吧。你这怎么？你几天不见，原来。是到皇宫里偷东西去了。徐三哥，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是啊，你要再给我们东西的话，岂不是小看我们兄弟两个？对，我是诚心诚意给你们的，是不肯要还是不敢要？我们就是要了，也是花费在你老兄店里，对吧？还是你自己留着算了。那倒也是啊。哎，这次收获不小啊，得到了道君皇帝的两张画一幅字。这混蛋当皇帝不成，灵毛丹青受金体的书法，倒是天下一绝呀、啊。这道君皇帝也算个聪明人，可竟把聪明用在歪道上了。他也算聪明人，我师父那才是绝顶聪明的人呢、啊。文才武学，琴棋书画，算术韬略，以致一卜星象，奇门五行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通。只不过你们看不到罢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这个是好东西。哎呦，味儿好啊！这回啊，终于吃到杨兄弟亲手做的野味了啊！我呀，最喜欢吃铁哥做的野兔子肉了。嗯，这个味道是不错，可是这生出孩子不会是三瓣嘴吧？
指挥所所属九品武将，我的名字叫段天德，段天德，我是奉命来捉拿你们的。上！大哥，今天给通山的先给我官兵了。兄弟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Thank you.
1200年，南宋庆元六年，岁在庚申，金起于极北，蒙古称雄大漠，大宋江山已是支离破碎。岳武穆含恨风波亭，韩世忠终老洞庭，奸邪当道，小人横行。庆元皇帝一度临安，沉迷酒色，不思靖康之耻。更有兵部尚书王道乾出卖我江南驻防图，引敌入侵，卖国求荣。一时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，江湖正义之士愤愤拔剑，斩奸除佞，一场拼杀骤然而起。只剩下一具无头尸，驻防图呢？小人已经搜过了，那些搜兵说图也让老道拿走了，那老道自称是丘处机，往南走了，下令沿途追杀，务必把图拿回来。是。那朝廷上下就像个戏班子一样，皇帝老儿好写个酸曲雅词，老爷两笔花花草草，过去啊，那个高俅凭着腿脚功夫，他就成了相国。秦桧啊，靠着阿谀奉承杀了满朝的忠良。据说呢，这个韩丞相绑个旦角骚那么两下，官儿就有的做了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我们宋人比金人多了整整100倍，这100个打1个，何至于把江北白白送给金人呢？哎，是啊，是啊，这都是皇帝老儿自作自受，受苦受难的还是咱们老百姓啊。大哥，咱们投军报国去吧。先生，你去不去？哎呀，两位都是英雄豪杰，老朽怕是去不了了。兄弟，我跟你去，这口鸟气不出，憋也憋死。对，来，二位英雄，二位英雄。哎呀，就怕只像岳爷爷那样白白丢了性命啊。齐辉，你这个混蛋。徐老板，你说我骂的对不对？嗯，骂得好，骂得对。可是啊，杀害岳爷爷的罪魁祸首不是秦桧。你说除了秦桧还有谁？秦桧只不过是个宰相，议和不议和无所谓。岳爷爷一心想灭了金，迎靖康二帝回来。可是啊，两个皇帝回来了，现在的皇帝干什么吃的呀？这去
奔腾射雕英雄，千里都在我心中。黄沙如万里，关山月朦胧，寂寞高手一世俱无踪。真情谁与共啊，生死可相同，大势临头向前冲，开心胸。叶三姐，可叹呐，叶三姐为了保住忠贞，也就跟着命。铁老板说的对啊，昏君也罢，明君也罢，都把这天下当成他一人的财产，生怕被人给夺了去，从不为百姓着想。据说，靖康二帝到了金国，受尽了屈辱，金人烧红了热炕，让他们在上面走啊，他们只能一跳一跳的往前走，从此临安街上竟多了一道菜。四只红烧鹅掌，叫做靖康二帝。大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真是无耻到顶啊！兄弟，差不多了，先生，咱们也该散了吧。嗯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还将，快把团魂还过来！我还过来，放箭射死你！来得好快，别理他们，往前摇，放箭。蜿蜒红烈，三世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兄弟啊，咱们改日再喝啊。哟，你们回来了。回来吧，喝了。杨叔叔，你跟嫂子到我家来吃饭吧，咱们宰只鸡。那就多谢嫂子了，总来吃你们的，我们家这么多鸡鸭
就是白吃粮食，他哪个都不让碰。我说我来杀吧，他就哭哭啼啼的。你说这……哎呀，弟妹啊，那是菩萨心肠。哎，照我说，过两天咱俩进山去打点野味，这老吃鸡啊，这嘴里头……好，我来做，好吧？回请大哥和嫂子。好，好，那你赶紧叫他去吧。吉若。吉若，我想起人家说的一个笑话来，说洪门村包家的鸡鸭呀是特别的多呀。